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莲友，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打开《大经科注》282页。我们继续讲第一品呢，众成就里面的声闻种。那么声闻种在这个汇集本呢，只列举了五位代表啊。尊者焦晨儒是第一得度的弟子，尊者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弟子，尊者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的弟子，尊者迦摄是禅宗初祖也是头陀第一的弟子，还有尊者阿难多闻第一的弟子是起教的宗师。那么这是列出五位做上首，我们呢看第四课题是庚巳宗门初祖经文，尊者迦摄。迦摄是这位尊者的姓，翻译成中文呢是归或者是引光。那么他的名呢叫做毕波罗，那这个也是一种树的名，因为尊者的父母曾经向树神祈祷想生一个这个好的孩子，于是就生了迦摄尊者那父母也感念树神，所以以树的名来为尊者命名叫毕波罗。那么尊者也是大富长者之子他的父母家族都是贵族非常富贵，然而尊者对这些世间的五欲享受都能放得下，把这个家产富贵全部都舍弃那么尊者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他父母为他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那这位妻子跟他一样身上都放着金光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过去这个供养过佛像，所以感得有金光本来迦摄尊者是没有丝毫男女之欲，不想成家的，但是父母逼迫
于是迦叶就提出条件，假如你能找到跟我一样身上放光的，我就可以娶她。啊，本来以为是找不到，结果还居然找到了。啊，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也是一个豪门贵族的千金。啊，那么结果他们俩成婚之后，啊，迦叶尊者跟妻子啊，就像须臾老和尚一样，啊，没有男女之事，啊，而且呢，彼此都彻底要求解脱，啊，只是因为迫于父母的这个要求，啊，他们很孝顺，所以才呀，啊，这有夫妻的名分，啊，然而呢，彼此啊。在12年中啊，都互相没有摸触过对方。啊，只是有一次，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同床啊，有一条毒蛇进来了。啊，这个迦叶呢，惊醒，一看，哎呀，一个毒蛇，啊，快要咬自己的这个妻子，啊，他妻子叫做妙贤，啊，于是这个又不敢呢啊去叫醒啊，也不敢去碰他，因为两个人呢约好啊不能够相触。怎么办呢？就只好拿一个扇子啊把他的手臂提起来。哈哈啊，结果呢那蛇就吓跑了。那这个妙贤也就惊醒了啊，就说诶，你怎么能碰我呢？啊，不是我们俩约好啊不可以碰触的吗？结果啊，这迦叶尊者说，因为刚才有一条毒蛇啊快要咬你了，所以我把你的手臂啊抬起来啊，纵然是啊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也不可以互相之间有男女的欲啊。你看这个妙贤的这个妻子也是不得了的根性啊，结果迦叶尊者就解释说，我刚才没有碰你，我是拿把扇子把你的手扶起来了啊，我是没有碰到你的啊，这是很感人。那后来呢，迦叶的父母都亡故了啊，于是迦叶就啊随佛出家，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啊，后来妙贤也出家了，啊，也证得阿罗汉。那么迦叶尊者虽然出自于富贵的家族，啊，但是对于五欲享乐丝毫都不沾染。出家之后修头陀横，就是苦行。为大人所事啊，大人就是圣贤啊，啊，佛啊都很尊敬他，啊，这是因为苦行的尊者啊，那么称他是大迦叶啊，这个大实际上是对他的尊称啊，那么。也是因为呀，佛的弟子里面还有三位迦叶，啊，都是同名的，啊，所以为了区别，啊，这一位尊者迦叶呢，就一般称为大迦叶，啊，大迦叶尊者。因为当时也有三位迦叶，啊，是最早的时候，啊，佛，啊，度出家的。啊，那这三迦叶分别是实力迦叶、童子迦叶和童女迦叶。啊，那么在参考资料词条625、626和627啊，都分别介绍这三迦叶。那这里呢，因为它并不在经里列出来，我们就不去介绍它了。啊，自己可以看。那这一位大迦叶啊，
它的姓啊也是意为归。根据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啊说呢，其先代学道，临归复先途以应，从得命足，故云归始。啊，这是迦摄的祖先就是修道人。啊，纵然那时候还没有佛法，但是在古印度啊，啊，修道的人很多。啊，都有啊了生死这个概念了，啊，知道有六道轮回，啊，那这些修道人德行都很高，啊，德行就是能够啊啊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所谓德。不外乎就是放下啊，你放不下啊就没有德啊，能放得下啊就有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些祖先学道的时候啊就感得灵龟啊，龟都很有灵气的，就背着仙土啊这个现出来啊，这个呢在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有啊，像那个啊河图啊就是这类啊。那么于是呢啊就以这个龟氏来为这个祖先呢来啊起这个姓氏。那迦摄又名隐光，就是他的身呢能够放光啊，而且这个光色啊可以超过别的光啊，使别的光都啊啊隐去了，所以叫隐光。那这是过去生中修的一个善业，感得的善报。这是在过去毗婆尸佛的时候啊，毗婆尸佛是贤劫之前啊，就是91劫以前啊，在贤劫是一个劫啊，一个大劫啊，这个大劫前面91个大劫之初啊，那么有一尊佛成佛，叫做毗婆尸佛啊，那一个大劫的时间是很长的。那我们这个大劫啊，总共有1000尊佛出世啊，这是非常稀有的，所以称为贤劫啊，就是圣贤出世很多。啊，有的时候一个大劫都没有一尊佛出世。那么在贤劫前91大劫之前，那这个大劫之初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毗婆尸佛。那么通常我们啊说七佛，他是七佛之首啊，像我们戒本啊，比丘戒本末后寄送啊，都有毗婆尸佛的偈子啊，这个七佛寄送啊，那他是首位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这么久远之前，有一位冶金师啊，他是这个啊冶金。啊，就是这个打造锻造金属的啊，这个啊，特别是黄金呢 啊打造金器的。那当时有一位贫女啊，就发心呢，
想要庄严一个佛像，啊，看到佛像啊，啊，这个那个黄金呢，就差那么一块儿，啊，不圆满。那贫女就把自己所有的啊财富啊都变卖来换这个黄金，就以这个黄金呢来庄严佛像。那这个冶金师呢看了很感动。啊，说这样吧，我跟你一起来啊，庄严这个佛像。这两个人共同修这个功德。结果因为他们俩这样的真诚心庄严佛像，虽然呢啊，这事情本身并不算是很大啊，因为一般人也会有这个能力做啊，但是他们出之于至诚，所以感得这个福报非常的长久啊，所以91劫以来他们都生生世世啊身如黄金，光色晃耀啊，掩蔽所有其他的光色，所以叫荧光啊。那么这一生呢，就是迦摄尊者跟他的妻子啊，妙贤两个人都是啊，荧光啊，身出金色啊，这个那个光色啊，掩蔽了所有的颜色啊。那么这个隐就是吞的意思，就吞光啊，把所有的光色给吞没了啊。那么譬如这个妙贤啊，当时在那个国家啊，这个是只要一出来啊，那全国的所有的这些美女啊都失色了啊，她是非常庄严美丽啊。那么尊者啊就是这样啊，你看91劫曾经在三宝门中修了福啊，生生世世不堕恶道，而且身出黄金光啊，到最后就证阿罗汉啊，出离三界啊。所以呀、啊、修福在三宝门中修是最殊胜的啊，那关键就是以至诚心啊，你至诚心修福，你的福报是圆满的啊。如果你啊这个一种轻慢的心啊，随便的心，马马虎虎来做啊，也会有福报，但福报就不圆满。哎、那尊者出家之后行头陀横啊，所以是头陀横地狱。头陀是梵语啊，翻译成华语就是抖擞，或者叫淘汰。那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抖擞烦恼的尘垢啊，淘汰尘劳烦恼啊，就像我们的衣服啊，抖擞一下把那个衣服上的灰尘给抖下来了。那通过修12头陀横啊，就能够啊把我们的啊尘劳烦恼都抖下来了。那头陀横啊就是少欲知足啊，修极少欲，把欲望啊享受啊降到最低程度啊，所以一般人称为苦行。但这种苦行不是无意苦行啊，它是来对治烦恼的啊。无意苦行呢，佛是不提倡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一般啊，正宗的讲法是头陀横啊，不讲苦行。苦行有时候会给人错觉啊，就越苦越好啊，也不是的啊。那么也看你如不如法。那头陀横有12种
啊，在戒律上都有讲的啊，你要根据这样做才叫如法啊，不如此做就是无义啊，无义苦行应该远离啊，不能帮助你道业的啊。那十二头陀恨呢，第一是住阿兰惹啊，阿兰惹就是寂静处啊。那在律上也有个标准啊，就是至少离这个闹市啊啊聚落两里路以上，那么也就是牛叫都听不到了，这叫阿兰惹处。那这样可以呀、啊，永离这个喧闹啊，啊，令这个身心都能够寂静，啊，可以求无上道。那第二种是常行乞食，啊，比丘当然，佛制定以乞食为正命啊，但是佛也开许，如果有坛月请食啊，像我们今天中午啊，我们这个比丘僧团啊，去夫人家应供啊，那就是坛月请食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开许啊。那么通常信心坛月啊，就会准备的饮食比较好嘛，啊，那当然比乞食来讲就好多了啊。乞食呢，那就不一定是信心坦悦，有时候他不信佛的，给你的就是很不好吃的啊，那你也要吃，嗯，所以常行乞食啊，那就是啊不受坦悦请啊。至少不受别请啊，就是这个除非是佛带着僧团啊一起去应供，这个可以随众，但是他不受单独的请啊。那么单独的请啊，那通常呢坛悦嘛啊，居士们嘛都希望能够请高僧大德嘛啊，那么准备的饮食都会非常的啊好。那迦摄尊者他也是啊很高的名望啊，因为他出自于啊贵族啊，能够修苦行这个大德啊，那么在僧团里面都是啊啊非常有名望的，而且已经很早就证得阿罗汉啊，到四处游化度众生。啊，所以啊，大家当然都愿意请这样的大德嘛，啊，但是他不受这个别请，啊，所以常行乞食，乞食就是不分别的，啊，次第去请乞食，啊，走到哪里就从这里开始，啊，一般呢，啊，就是七家，啊，走七家，啊，七家如果起不到了，那这一天宁可不吃啊。那据自己的经验呢，这个七家呢肯定能够起到啊，因为自己也起过啊，也是定七家啊。那么有时候前面三家都没有，都没东西给我们啊，心里就开始有点发毛啊。啊，今天有没有的吃了啊，甚至起到第五家第六家啊也起得很少，哎，没想到第七家哇很丰富啊，就刚好那个是佛教徒的家庭啊，他就给你很多足够吃啊。佛所制定的这个七家啊，他真的给你保证的啊，有护法神给你保证，你肯定能起得满足啊，所以很奇妙。那么第三呢，是次第乞食啊，就刚才讲的，没有
分别，不挑选。啊，不能说哇，专挑那个啊大富长者的家族啊，甚至是什么呢？走到街上专挑素食馆来乞食，这不可以，哈哈。你走到哪儿啊，一家挨一家这样子次第起啊，纵然起不到那也算一家啊。所以不择贫富啊，心肠平等啊，这个次第起食。第三呢是日中一时啊，那佛对比丘是开许啊，早斋吃小食。那小食就不是正食啊，正食呢就是指五种正食啊，饭、炒、干饭、鱼、肉，这叫五种正食啊。那鱼肉我们现在北传的比丘都不吃了啊，都吃素的啊。那么就是炒，炒呢是属于五谷类的饭啊，叫炒。这个饭就是米饭啦，还有干饭就是豆子饭。那这三种一天只能吃一顿啊，所以早餐呢啊可以煮粥啊，粥呢是煮得很稀啊，那么打开锅盖的时候，那个筷子在那个啊粥上啊写字写不出来啊，这就够稀了。如果能写的字那就太稠了，就属于正食了啊。所以戒律上是不允许吃两顿正食啊，只能一顿正食，早斋是小食啊。小食呢可以吃那个啊磨磨食啊，像面是面粉做的，那是磨成磨的，这可以啊。面食、馒头这都是磨磨食啊，青菜啊这些都可以，只是说饭就不可以了啊。那当然它是可以开许啊，如果用足食法啊，这是比丘的一个法啊，可以做开源。那但是头陀横呢就日中一食，早斋也不吃啊。那这是啊少欲知足。那么过去啊我三年学戒啊，就学清宫和尚啊，他老人家就是一辈子日中一食啊，这是属于头陀横啊。那这个三年学戒都是这样啊。那现在出来呢啊，弘法啊，跑这个消耗的体力啊还有脑力比较多了啊，这感觉到体力还是啊需要再补充一下，就没办法啊，又吃点小食了早餐啊。那么如果是进修啊，其实啊一时确实好啊，吃的少啊，头脑清明啊，而且不浪费时间啊。吃饭你至少得浪费个半个小时，你要是不吃，你多半个小时，那可以念个2000佛号啊。那第五，节量食啊，节量呢就是。你纵然是一时啊啊，也不能够把它吃得饱饱的胀胀的啊。有的人呢啊，为了标榜自己日中一时啊，把三顿饭就合成一顿饭吃啊，吃得饱胀饱胀的啊，那把肠胃也都搞坏了啊，那还不如你分开啊。当然晚餐我们是不能吃啊，那就不如就吃早斋啊。那你身体确实有需要啊，只要不犯戒啊，佛可以开许，那你就不要硬来，这就属于无义苦行了啊。你要是能够啊，这个身体能够扛得住啊，一般通常事情要少
啊，如果事情多，确实你消耗大，你硬的一时，那身体确实受不了啊。因为吃饭它也是补充体力啊。那么假如你清修一时啊，还需要什么减量时？那通常怎么减量呢？啊，比丘把所骑回来的食物啊分成三分啊，拿出一分呢是给那些啊这个饥渴之人啊，看他们没饭吃的时候，哎，你得拿出三分之一给他们啊。那然后呢还要把这个一团食啊，大概就是用手抓抓起啊，这个一团食，然后放到空净处啊，一般干净的石头上去施给鸟兽啊。剩下的啊，就是还不足三分之二啊，你自己吃啊，这叫节量食，对治自己的贪心啊，也就是不能吃得过饱啊，吃个七八分饱就行了啊。如果吃得饱胀饱胀的啊，那么这个肚子胀啊，气啊就很堵塞啊，那你想啊坐禅修定啊，那就有妨碍啊。第六是过中不饮浆啊，过中就是过了日中时刻啊，过日中啊就不能够再吃东西了啊，这是属于斋啊。比丘啊，还有所有出家五众，乃至于在家人受八关斋戒啊，都要吃斋。但是呢，如果有口渴的因缘啊，那你可以开许喝飞石浆啊，就是果汁啊啊、蜜糖水啊，这些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比较好喝 啊，那有的人就很爱喝了啊，哎，不管渴不渴都喝啊。那实际上呢，那就是属于犯斋啊。如果不渴，没有渴病因缘，你还喝，那属于犯斋。好了，那如果是渴了，真正头陀横的人也不喝啊，过中不饮浆啊，只喝白开水啊，还有吃净行受药可以啊，苦的啊，像茶、茶水、咖啡啊，这些属于净行受药苦的啊，那么这些可以啊，但是飞石浆就不喝了。那么第七呢，是着粪扫衣啊，比丘不贪服饰的美好啊，穿得非常的啊朴素。那头陀横的人呢，不穿新的衣服啊，人家供养新衣都不受啊。他怎么样呢？在聚落之中捡一些破旧的废弃的衣料啊，然后呢啊，洗好了缝起来叫纳衣啊。那甚至这个用不同的颜色的布料补的啊，补的一块一块的啊，称为百纳衣啊。那么过去我们在正觉精舍啊，就有一位穿百纳衣的人啊，他从来不穿新衣服啊，刚出家开始就是捡的衣服来穿啊，然后一直补一直补，二十多年了啊，他补的都好多虫啊，真的是白纳衣，那个衣服都很厚很重啊，因为补的层数很多啊。那这个啊，头陀横的比丘就是要穿白纳衣。第八呢，淡三衣啊，这就更加不得了啊，除了三衣以外不要任何衣服啊。
那三衣以外的衣服叫藏衣啊，藏就是长短的长，那个字念藏，就是多余出来的衣，藏就是三衣以外的衣。那比丘戒法当中是制定藏衣先要说尽才能够接受啊，才能够续用。那这是开源啊，因为你有需要，佛就开许你三衣以外多点衣服啊。但是头陀横的比丘呢，就这三件衣啊，五衣是下裙，然后七衣啊搭在上面，九衣通常是啊入聚落乞食或者说法啊就搭的，这属于大衣。那大衣有九条衣乃至25条衣啊，像我现在搭的是老和尚送给我的25条衣啊，这是有25条啊，这里一条一条的啊，25条啊。那通常呢就是9条。那除了三件衣以外，海青这些都不能要，这些也属于藏衣，乃至于内衣内裤都是属于藏衣啊。那头陀横的比丘都不能要的啊。当然呢，我们现在的袈裟跟古印度的不同，他们真的就是平常穿的啊，裹在身上的。我们这不是用来裹，我们拿个扣环搭着，那就属于啊这个庄严了啊，那不是真的要穿在身上的啊，反而参加完这个法会要把它脱下来的啊。平常穿的是我们自己中国的服装啊，我们穿的长衫是明朝的服装，这个海青是汉朝的服装啊。但是真正南传的人现在还是穿那个啊裹在身上的五衣下裙啊，还有就是这个七衣大衣啊。那这个是呢啊，把欲望啊减到最低了，而且这身体也好啊，它能扛得住寒冷啊。那当然在中国是不行啊，尤其是在北方，你说就三件衣你怎么过冬啊，啊那得穿棉袄啊啊。所以头陀横呢这一条在中国是没办法实行啊，除非你已经证得了果位啊，可以啊游戏神通啊，那没问题啊。但是是凡夫啊，他这个色身呢毕竟是不能这样啊扛寒冷。那么在下面第九种间坐，种就是坟墓啊，啊在坟墓里头坐啊，坐着过夜啊。那么因为啊在坟墓啊修无常苦空观呢，那是最方便的啊。看看周围，你看啊这尸体啊，这些这个坟墓啊，那么都是死去的人啊，就知道无常啊。想一想将来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啊，所以趁着啊还在生啊，赶紧要啊办道啊，求解脱啊，这是自我策立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僧团啊在善美居延寺也啊做过好几次总监座啊。那么自己呢原来在啊这个学界过程中啊也偷偷跑出来总监座啊。那么确实啊对于啊啊看破这个世间是有帮助啊。你再大的成就到最后啊归宿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啊没有什么值得去这个执着的啊，放不下。
那通常呢，总监座还能够啊帮助你啊放下畏惧心啊，因为一般人都啊对于这个未知生命有害怕啊。这个有人呢当时就问过我啊，因为我有时候一个人出去总监座啊，连续好几天啊都在啊一个人啊在那里，我是还搭一个小帐篷，在这个啊坟墓堆里面。那有人就问我，那你会不会晚上啊夜深人静，因为那边很静嘛啊，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啊，那你会不会害怕？我说怕什么呢？他说会不会害怕那个众生来干扰你啊啊，突然有一个什么鬼来了，你会不会害怕？啊，我说不会害怕啊，他来也就两种嘛，一种是善意的，一种是恶意的啊。善意的当然不用怕了，那恶意的他就是来讨债的，那我顶多就把命还给他嘛啊，那正好念佛往生嘛，那有什么害怕的呢啊？而且这身本身是假的啊，你说你修这个思念出观啊，这个观身不净啊，观法无我，那你也真干啊啊，就要在这个境界上去练的啊，不能只是口头革命派啊。所以这个这样练法确实对自己放下畏惧心啊，恐怖心有好处啊。畏惧恐怖就是因为啊迷啊，迷了事实真相，以为这个身体是真的啊，所以你会恐怖啊。真正的放下了，身心世界都放下啊，无有恐怖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有挂碍故就有恐怖。所以当时佛世的比丘啊，他都是啊以这个为常务啊啊，迦奢尊者一辈子就是在这里头坐。那或者第十是在树下坐。假如在总监坐不能得道啊，那就应当到树下啊，换一个地处啊，在树下打坐思维呀 啊比如啊思念处观啊，观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啊，那或者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或者啊按这个经如理思维啊，就是禅修。那在树下啊，尤其夜深人静，这个对自己修行是啊一种很好的啊助缘。那第十一呢，是陆地坐。啊，树下坐啊，那么也好像是啊有覆盖啊，因为上面是有这个树荫啊，树啊覆盖下来，还能遮一点风雨。那在陆地坐呢，那就啊什么遮盖都没有了啊。这时候啊，这个你不能够啊啊畏惧啊，这个日晒雨淋呐、啊，啊，鸟屎污身呐、啊，啊，毒虫干扰啊，啊，这个你应该啊，这个陆地而坐啊，特别是晚上啊，顶着月光啊，月光遍照一泻千里啊，皓月当空，那令心很明丽啊。这个很容易入空定。那么第十二呢，是但坐不卧啊，这个是苦行了啊，不能躺下来啊，鞋不沾席啊，鞋就是肩胛骨啊，不能够靠下去啊。那么在四威仪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啊，坐是第一啊，坐呢能使所吃的东西容易消化
是气息调和啊，容易入道啊。但是坐就是要结家趺坐啊，坐姿啊要正啊，这个腰骨要挺起来，不要啊这个含背弯腰啊，这气血就不能流畅啊。所以会打坐的人啊，他坐很久啊，那个气血都很通畅啊，这样对他帮助入定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如果是到晚上啊坐的时候啊有瞌睡啊，怎么办呢？可以起来静心啊，来对治啊睡眠啊。所以像今天我们是佛期啊圆满了啊，大回向之后啊，我向这边那执事们提议啊，我们进行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家听经听了那么多了啊，那就啊用一日一夜啊专攻念佛啊，24小时不间断啊，不讲话啊，该吃饭的时候就去吃饭啊，吃完饭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啊堂口里头啊这个念佛啊。那念佛呢自由式啊，像老和尚讲的三区自由式念佛啊，有打坐区啊，有惊醒区，惊醒就是围着大圈来绕了啊，还有拜佛区啊，拜佛区可以在前面啊。那么你惊醒累了可以坐一坐啊，坐了打瞌睡了起来拜拜佛啊，绕绕佛啊，这个行住坐卧都一句佛号不间断啊，这样一日一夜真正用功啊，只要念得不间断，那你晚上会梦到阿弥陀佛啊，这就是对你的证明啊，你念得不间断。那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受众皆得往生极空啊，就是你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要不断绝啊。那能不能不断绝，怎么来鉴定，就是你晚上要梦到阿弥陀佛就是了，梦不到了继续练，再来一天一夜啊，就一直念到梦到为止啊。所以短期闭关呢就是要这样突破的啊，克其取证就是见好相啊，这个好相就是印证啊。那么你见到了阿弥陀佛了，就决定是可以往生啊。所以你这个听那么久了啊，知道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物，对啊，但我有信愿呢 啊，但是信愿要深信切愿啊，这个信愿到达深啊，有多深呢？这个自己也没底啊，那么就见好相啊，就知道了啊。如果是见到阿弥陀佛，就说明你的信愿达到标准了啊，能感得阿弥陀佛现前。所以啊，这里讲到啊，这个十二头陀横啊，这属于啊少欲知足啊，属于苦行。用这种少欲的苦行啊，来扫除尘累。尘就是烦恼啊，尘劳，它是一种累赘啊。你像我们吃啊，都很贪吃啊，贪美味呀、啊。那你常起食就没得你贪了啊。我们很贪睡眠的舒服啊，啊，讲究那个床垫呢够不够软啊，啊，那个床够不够大啊，啊，啊还有是不是属于健康床垫呢？啊，那枕头啊，枕头也要健康枕啊，等等啊，讲究的很多。啊，那你修苦行就没得你讲究的，但坐不卧啊，所以这些就是扫除你的累赘，
啊，你的念头啊就少很多啊，你不用去想那个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不想这些享受上的事情啊，只想着办道啊。那么所以澄净身心，令身心都清净了啊，所谓啊这个无欲则刚啊，人到了无欲无求啊，心就清净了啊，志气就刚强啊，那就不会被五欲六尘所诱惑所动摇。那迦摄尊者一生修苦行啊，修头陀诃，到了年老了啊，就是很衰弱的，这时候还不舍头陀诃啊。这个我看到啊，清宫和尚就是这样啊，我曾经劝过他好几次啊，早餐还得吃一点啊啊，因为我看他太瘦了啊，而且工作量很大啊，他要教学，外面呢也常常有道场请他去弘法啊，甚至到这个老和尚的净宗学院啊去讲戒啊，到大陆去讲戒啊，我也请过他到这个澳门啊香港啊去弘法啊，那么看到他这个工作量大啊，一天只吃一顿啊，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啊，那么他也很瘦啊，这个走路的时候有时候还啊有点颤颤巍巍啊，我们还得扶着，怕他真的不小心会跌倒的样子啊。那么但是他是讲法的时候啊啊，平常讲话有时候还会声音有点颤啊，但是一讲起来讲顺的时候啊，声如洪钟，如狮子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啊这个很啊惊讶的。那我也劝过他，老人家反正又没犯戒，对吧，佛是可以开许吃早斋的，就吃一点吧啊。但是清宫和尚说啊，不吃就是不吃啊，这持戒啊非常的啊这个有原则性、这是他修头陀诃啊。那头陀诃十二头陀诃不一定全修啊，那其中有一两条那也算是头陀诃。那么迦摄尊者呢到年老了都不舍头陀诃，那佛也就啊升起怜悯啊，这个怜悯他的体衰，就劝他啊，命令他要休息了，不要修头陀诃了。结果迦摄尊者依然如故，不舍头陀诃啊，就跟清宫和尚一样，就是头陀诃就要头陀诃啊，一直干到底。结果佛啊非常赞叹啊，深赞迦摄啊，说有头陀诃我法久存。这个在娑婆世界众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多欲啊，贪着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所以啊这些苦行僧啊为众生所实现的那就是啊离欲啊，欲是苦本啊，多欲之人则多苦恼啊，少欲之足就少苦恼啊，那佛法才能够兴盛啊。如果你欲望太浓了，你想学一个法门都进不去啊，有障碍啊，乃至于我们修最容易的法门就是净土法门了。你想这一生要了生死，那也要少欲知足啊！啊，要放下这是世间的享受啊，尤其是世间的愧闹啊。这个阿兰惹处，就寂静处。你看，十二头陀第一条就是要住寂静处啊。那现在上哪住寂静处呢？你上到深山老林里面
啊，手机讯号都能到达啊，都不寂静了啊，你都可以在手机上看电影，看看新闻啊。所以现在的阿兰惹处也不一定说要离开聚落两里啊，牛叫不到的地方啊。现在是什么呢？手机到不到的地方就是阿兰惹处了啊，那就是你把手机关掉就行了吧。那个啊，我这个来佛齐之前去了暨南大学啊，在暨南大学他们邀请我啊，给他们 MBA 的学生讲了一堂课啊，讲这个东方智慧管理学啊，这是我两年前鼓励他们开的课啊，用了凡四训啊作为教材。那他们也真干啊，这个开了一年了啊。那么这个学期最后一天的课让我来上啊，所以我就去了一下。那么就谈起啊，现在人都很浮躁啊，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有手机啊。那而且是很辛苦啊，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啊，一个星期只需要工作五天，每天只需要八个小时工作就够了。自从有了手机，基本上是24个小时都在工作状态啊，而且一个星期啊七天工作日啊，365天基本没有休息日了啊，这就很苦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劝那里的教授啊，啊，很简单，你呀，啊，一个星期拿出一天真正作为休息日，把手机关闭就行了。他说：“哦，就这么简单，哎，真好啊！原来都没想到要关手机啊，你关手机就行了吗？你就住阿兰惹处了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山果林。”啊，你想要住阿兰惹处呢，就来这里啊。这个一天不要开手机，不要讲话啊，然后就是念佛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道场提供给大家啊，专修念佛啊。那也可以请法师给授一个八关斋戒啊，或者啊，没有法师授，自己自师授也行。啊，那么一天斋戒清净，绝欲取有啊，慈心精进啊，这样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如果能够修这种清净行啊，苦行少欲知足的行为，就能令佛法久住啊。所以啊，迦摄尊者深得佛陀的赞叹啊，所以佛见到迦摄尊者把自己的座位让一半让迦摄尊者坐啊，这是其他弟子都没有这个待遇的啊，就是因为迦摄的苦行啊，能够令佛法久住。那赵老师啊，就谈到我母亲了啊，他啊，现在想起来，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他离开他的这个第二故乡广州啊，他在广州工作，广州退休啊，所以在广州认识的人很多啊。当时我就劝他不要在广州养老啊，退休了要到这个啊大理去啊，大理呢也是我啊给他推荐的啊，那时候是老法师去了大理啊，说大理是啊养老的好地方啊，我就给他推荐，那里确实环境很优美啊，清静，而且气候宜人啊，夏天不热，冬天不算冷。那因为我是2006年啊辞职啊，就他本来是跟我在澳洲居住啊，那回来之后呢
我就劝他啊，把广州自己的房子卖了，到大理去买房子住。那他听了就采纳了我的意见。那是2008年啊，我是2006年底啊，这个跟师父上人学法。那他呢回到广州啊，2008年啊，这个下半年就搬迁到啊大理去了。啊，那么这样舍离原来的这个居处啊，和原来的这个朋友圈啊，去找一个寂静的地方修行，这就有近似于啊这个住阿兰惹处的意思啊，确实是在苍山脚下啊找到一个很幽静的环境啊住下来。那么现在呢，我今天刚刚啊得到这个我俗家啊姨母啊发来的这个我母亲啊就是离开广州前给他的啊一个小短信啊，我看了之后啊赞叹的啊五体投地啊，这个感觉到这母亲是不是啊这个菩萨再来的啊，我把这个短信呢念给大家听啊。这是等于我母亲写给她的姐姐啊，在广州的姐姐的啊，等于跟她辞别啊，要离开广州了啊，自己只身一人到大理去修行了。嗯，那么她是这么讲的，永远感恩姐姐的帮助护持，在我们的亲友当中不仅出一名博士，一名教授，一名大法师，这就指我了啊。啊，当时2008年11月写的，我还没出家呢，我是2011年出家，他是2008年写的，他怎么知道我以后做大法师？不过反正很奇怪，这是他原笔写的啊。说在我们的亲友当中，不仅出一名博士，一名教授，一名大法师，还要出一尊佛。他说我就直下承担，他要当这个佛，不是说我呀，他是说他自己呀。那我就直下承担，此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我即赴远方进修啊，望姐姐一家保重，内付800元请笑纳啊，小妹梁玉何时？2008年11月15日于广州啊。这个是什么呢？事后反过来我们看，这是八年前写的啊。2008年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啊，这个我是2011年出家的，出家前三年啊，他就这么写了啊，好像他都有预见性啊，那证明他那时候呢可能已经把我能够放得下了啊，我原来还自作多情，以为他放不下啊，这个，所以我出家的时候还想着怎么能跟他讲我要出家啊，没想到现在看到他给他自己姐姐写的，原来他那时候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啊，那出一名博士，一名教授，这个已经是事实了。那时候，那还有一名大法师，这个还没有发生啊，他就是写，而且他说我要做佛，还要出一尊佛，我就直下承担。这是我母亲那时候写的表态啊，说此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啊，能写出这个文呐，这不是普通人了啊，那证明那个时候都已经啊这个下定了决心啊，到大理就是要求往生的啊。那么2008年底去啊，2016年底往生，整整八年啊，就在那里进修。所以进修非常有好处啊，这个净土的行门就是要远离愧恼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如果在愧恼的环境之中，肯
定受影响。啊，必须要远离。啊，你能远离，啊，这个净念才能够容易相继。那下面一段说，由应身行者啊，更应该啊，深深的去啊，啊，这个醒悟的是什么呢？大迦摄尊者即传佛心印之禅宗初祖啊。那这个确实啊，是有经典记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第三卷啊，就说大梵天王啊，梵王至灵山，就是灵鹫山，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舍身为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往错，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富足摩诃迦摄。啊，这一段经文就记录了佛啊传这个禅宗的公案。啊，这是啊佛在灵鹫山啊，大梵天王都下来啊，大梵天王是色界梵天的天王啊，他不是欲界的，色界天人。那么就以这个金色的菠萝花啊，就是金莲花来献给佛啊，从天上带下来的金莲花。而且呢，这大梵天王啊对佛非常恭敬，舍身为座啊，你看看这个把自己的身啊献出来啊，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变现出大的宝座啊，用身体来变一个座啊，一个大法座，然后请释迦牟尼佛坐啊，坐在他身上等于是啊，那么然后请佛为众生说法。那世尊该说什么呢？啊，那大家准备听法嘛，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似的啊。那么在灵鹫山上啊，世尊啊就会说法的啊。可是这一天什么都没说啊，只是登座之后啊，拈花示众，把大梵天王的那个金色的莲花拿起来啊，跟大家这个指示一下啊，他什么都不说啊。这时候来了人天百万啊，那时候的盛会呀 啊可能也不亚于这个无量寿经这次的盛会啊，人数加上天人的数目百万之多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明白佛是什么意思啊，细节枉错啊，枉错就是无错啊，手足无措的意思，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啊！这佛今天怎么会是这样啊？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迷惑了啊，不解。只有呢，金色头陀就是大迦摄尊者啊，他是修头陀横的嘛，那因为身是放金色的，所以叫金色头陀。这时候看到佛这么啊一示现，就破颜微笑啊，本来大家很严肃啊，唯独他呢，哎，这个微笑啊。那么这时候世尊呢就告诉大众啊，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现在付诸给摩诃迦摄啊，这就是禅宗就传出来了
啊，这是传佛心印的。所以迦摄尊者就是啊禅宗初祖啊，这属于啊拈花公案啊传心。那这个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是什么呢？那只有迦摄尊者知道啊，佛知道啊，其余人等百万人都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是啊，他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他们看到佛这一个动作，心里就在想：哎，佛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妄想啊！啊，他执着啊，佛一定就是正正经经登座就开始说法的。啊，今天不说话了，这好像不是说法了，跟我原来想的不同了。嗯，他执着说法的那种法事。啊，他不知道如来什么形式都可以说法。啊，说话也是说法，无话默然也是说法。啊，那众生因为执着说法的这个形象啊法事，所以就搞不明白啊。那唯有迦摄尊者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个啊见思烦恼就早断了，他成正阿罗汉了嘛。那此时呢，尘沙无明烦恼顿断啊，一下契入这个实相啊，就是佛的涅槃妙心。涅槃就是没有任何烦恼啊，不是说人死了才是涅槃，他没有烦恼就是涅槃啊。那我们凡夫呢，在烦恼生死的此岸，佛在这个涅槃的彼岸，中间是烦恼的中流啊，你度过烦恼中流就达到涅槃彼岸了啊。那不一定说人死了，活着就是涅槃啊。那这个妙心就是真心啊，真如本性啊。迦摄尊者证悟了啊，名字本性，实字本性了，那就是天人师，就是佛啊，实相无相啊，前面有讲过，实相呢，无相也无不相啊。佛呢，啊，这个说法而无法可说，所以句句都契合实相啊。那我们听法呢，啊，要听而无所听。啊，听而无听，这听的就是实相啊。那佛拈花呢，啊，这个动作呢，动而无所动啊，你不要跟着动啊，他这个一动你就跟着心动，那你就不能见实相啊，不能够契会如来的涅槃妙心啊。但是无所动又不是大家真的就脸皮子绷得紧紧的，不是，还是动啊，动还是无动啊。迦摄尊者破颜一笑，他也动，动了还是无动，涅槃妙心哪有动？所以佛才告诉大家将这个心印传给迦摄尊者。那么迦摄成为禅宗初祖啊，那然后阿难尊者就成为二祖啊，迦摄传给阿难，那也是这样以心印心的啊。那阿难又往下传，一直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啊，看到东土啊
这个禅宗根性的人多啊，这个法要东传，所以啊就过来了啊，那么就啊成为中国的初祖啊，这又往下传啊，传到六祖慧能大师，把禅宗发扬光大。那这里大迦摄尊者他所代表的有一个深意啊，因为他本身是禅，禅的初祖啊，那在无量寿经的法会上他位列上首啊，他来学净土法门，这表什么呢？禅净不二，禅宗和净土不是两门，是一门啊！净土就是禅呐、啊，不仅是禅，《大集经》上讲是无上深妙禅啊，是深的禅、妙的禅、无上的深妙的禅啊。那么大迦摄尊者得到了啊，这个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了啊，是什么呢啊，那他怎么得的呢啊，他用了这个方法啊，别人呢没办法啊，所以人天百万都没办法像他这样的啊，那他要度众生呢就不能够用这个方法了啊，他也要学着师尊宁华，大家都不笑啊，肯定传不下去啊。他要怎么传？只能够靠传念佛法门了。所以，纵然开悟了，还要来学无量寿经。学无量寿经的目的，当然为了传净土法门。这个法门是人人能修啊，啊，禅宗呢，人天百万就是迦摄一人呐、啊，啊，所以对于普利众生而言，这个禅不如净土啊，净土收集是最广的，三根普披，利顿全收，啊，迦摄尊者是上上根呐、啊。啊，那他能修，其他人修不了这个禅了。那但是呢，净土呢，下下根都能修。啊，你只要老实念佛，啊，深信切愿，决定往生。而一旦往生，就啊不退成佛。禅所追求的向上一着。什么是向上一着？成佛就是向上一着啊。还有比成佛更向上的一着吗？啊，没有了。啊，所以念佛成佛，这就是向上一着。啊，所以迦摄尊者还是要来学净土法门。啊，还是要弘扬净土法门。啊，他在本经来做上首弟子，就是做影响众。啊，参禅开悟的还是要来听净土法门的。这个就是表禅净不二。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他也是参禅。啊，参的是净土禅。啊，这个禅呢啊，不是像迦摄尊者那样默然啊不出声的，我们是出声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一句阿弥陀佛呢，正是如来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是实相啊。那你说这个话有根据没有？有啊。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阿弥陀经上讲的，
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眼藏。他在五浊恶世就是行这个念佛的难事啊，阿弥陀经上就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啊，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行此难事，念阿弥陀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啊。为什么难信呢？因为它神妙，它是无上神妙禅啊，难信难解啊，不仅是人天百万都啊细节枉错，都迷茫不知道这个意思，纵然是啊菩萨啊九界的众生靠自力都不能信解的啊，那这就是如来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就是涅槃妙心啊。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啊，所以偶益大师说，一声阿弥陀佛名号，即是释迦本师与五浊恶世所证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仅以此全体果觉授予浊恶众生啊，把这个果觉，就如来果地的觉悟，那就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啊，全体授予给五浊恶世的众生，而且是三根菩提，什么人都给受。那不像禅宗只受给迦舍尊者一人啊，他只受给付诸给摩诃迦舍啊，但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是全体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日付诸给五浊恶世一切众生，令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所以这个禅太殊胜了啊，能够啊令啊下下根人乃至逆恶凡夫当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这是神妙禅啊，这是平等的禅，这是无上的禅，这是究竟的禅啊，所以啊，这是迦舍尊者代表的神意。好，那今天呢我们这堂课的时间啊就到了，那我们的佛期啊也就将近圆满啊，那这次来啊是因缘很殊胜啊，开讲这个净土大经课注，希望大家就这个啊好好的啊就跟着网路啊听经啊，好好的啊来念佛啊，最好都是每天有定课啊，那么定课呢如果是每天啊这个以三万佛号做定课的啊，师父有讲，那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